你好，我是来自 L3 Nanotech Limited 的 Chris。 我们公司最主要做光触媒纳米科技。光触媒是一种技术，可以去 decompose 啲病毒啊，或者啲细菌啊，但是它不是即时性，即是它不好像酒精那么一抹就即时有个即时性去杀，咁佢始终个 reaction 都需要少时间。咁变咗你话喂，我咪睇做清洁呢，我就唔会建议你唔做。因為其實清潔都會令到個塗層佢有keep 到耐啲嘅作用嘅。其實點解有 office 會偏向中意用我哋呢啲情況咧？就係、是、啊，我就變咗我唔使成日咧個同事做清潔啦，喺 office 有好大陣嗰啲清潔水味。其實香港人又比較得意嘅，佢好容易接受新事物，但亦都同時間好容易忘記新事物嘅。咁變咗我哋喺引入呢個科技嘅時候，當然啦，我哋見到市面上都有好多競爭者啦。咁好多人都會見到有啲餐廳啊，有啲公共場所已經做咗，咁但係佢哋會唔會持續做呢？我哋就唔清楚啦。咁我哋就需要去喺個市場度更加 study 得多啦，學習啦，甚至乎我哋需要可能係出產一啲比較自家性嘅產品啦，咁令到我哋喺個市場上有俾客人選擇嘅專利。喺舊年嘅呢個時間啦，都仲未開始有疫情嘅時候。其實每一個人揾一間清潔公司都係問兩樣嘢啫，洗廁所滅蟲，係啊，冇噶啦。咁但係當呢個疫情出現之後，而家大家揾清潔公司，除咗揾洗廁所滅蟲，光觸媒都會問埋啦，有冇其他清潔或者消毒嘅 package 咧？你會問多咗，特別係一啲商業客户。咁其實係呢個行業係面對嘅就係環境挑戰。其實我自己親自睇幾個我喺 office 咁，我就覺得對 wave 嘅感覺比較係舒服嘅，係啊，即係行埋入嚟，我覺得哇，我喺依間 office 度做嘢，無論我喺鋪房啦，或者有我 desk 嘅範圍，甚至乎其實有 pantry 啦，有 meeting room 啦，咁其實已經係基本上 fulfill 曬我有需要做嘢所要用嘅嘢，係啊，甚至乎係一啲可以令到我可以輕鬆做嘢空間，我對人。咁所以我就最後就即係同老細商議，就揀咗最 wave 嘅原因，就係以上頭先嗰啲原因。